开始有真正的平安，因为他有。
永远不会放弃我，他不会丢弃我，他会带我来到最后跟他完全相遇。有一天我会在他的家里，这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你乐意要经验耶稣基督，他要在你的心中带着爱来，使你的心可以向他敞开，开始经验到在爱中没有惧怕。在爱中，主要让你的眼光看得不再一样，你可以看到的是有爱，出于有爱的眼光看事情就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。你有了一切，可是若没有爱的眼光，觉得非常痛苦。这是今天神要给你。若这是你，我将为你祷告。你愿在神面前举手说：“是，我需要有爱的眼光，我需要有爱的眼光，因为我的心里需要爱。”在爱里面，一切的遭遇，不管是什么，可以重新来面对，重新来看它。如果这是你的话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话，可以在神面前举手，我将来为你祷告。还有吗？我看到好些有举手。如果有，这是在神面前向他表示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看到我们在你面前举手向你表示，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爱。圣灵按照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，你会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，所以愿主你把基督的爱这时候就浇灌在我的心里，使我们真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我们愿意接受，好让我们能够有爱给我们的眼光，使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开始不一样。过去感觉是害怕，甚至想逃避，或觉得不要去想他，或不要去看他就好。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给你的爱，你将要有一个新的眼光，而且神要让你看见，实际上过去看的很多是因为没有了爱，再怎么看都觉得不如意，不满意，觉得不舒服。但因为耶稣他现在借着他自己的宝血来洁净你的心，洁净你的眼光，使你再看事情开始不一样。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神要让旧的事情过去，不是忘记，而是不再成为现在影响你的事情。那就在于有爱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这在基督耶稣里。当你开始体会主，让我们体会你的爱，经验你的爱，我们就更深的愿意相信说，是的，主就是你，我所要的就是你，我们今天所向你表达的就是我需要你的爱，让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更靠近你，不再有惧怕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清除，主要在我们心中有一切因为没有爱而产生的一些的观念，一种感受，甚至恐惧害怕，还有因为一些遭遇所造成我们的心灵闭锁起来，使我们心不再敢敞开。主，因为你的爱在，使我们有安全，可以再次打开心来接受耶稣你的医治。因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因你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。在这时候，因着耶稣你所承受，使我们得着医治与平安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们最后我们用副歌再一次啊。Yeah.
转成专心仰望耶稣。我们唱的第一首歌，让我们是带着一个我们可以一起跑步的心，我们最后要结束今天的聚会，好吗？我要激起你，好吗？看你还跑得动吗？要这么多的见证人